干嘛呀？有消息了？那你说呗。钱啊。早啊，小姐。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那我帮你回忆一下，昨天晚上陪我喝一杯吧。今天谁也别想睡觉。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。我没兴趣。就你想跟我这么说吗？那几年怎么想吃得香，但你吃得香，你觉得呢？好不容易有一个不烦我的人，我真心不可能喜欢的呀，说不定呢。时间晚上有空吗？对不起，没空。你这以后怎么那么闹啊？这个怎么样？挑怎么样？说实话，一个都没有。厉害！哪儿？饿了？女生。我想有一个名分的话，我去，给我。这么多人吗？人归你，钱归你。那以后我就是你钱包了。你多久没锻炼了？牛的，我这辈子，你现在就放了心。好，放，谢谢你。好，好，我是他男朋友。你是班长，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你。你先不用管。怎么了？上次。彼此宠爱。我有个更好的。Rawr!